车七号，我们要执行第四次救火制动，把自己的轨道呢从现在的大概48小时的一个周期调成8小时的一个周期，一天呢有3周，要把火星车在火面工作和拍的图像全部通过它中距返回地球。它有时候是近火点经过着陆区的上方，近火点通讯，有时候远火点经过着陆区的上方，就远火点通讯。这三圈一共叠加起来有1个多小时左右。现在的计划是收的时候不传，收完了以后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们再传回来。